还有人要听什么吗？其实每一次，不管任何的表演，我都很希望啊，稍安勿躁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。每一次演出的时候，都希望能够安插一段，自弹自唱，除了说可以让大家点歌之外，其实也让大家回到最纯粹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怕，你说开场那几首歌把过去的歌都改编很多，怕大家有点不适应，你们都还好吗？好听吗？好听，新歌好听吗？好听。啊，太好了。好，那你们要听什么？爱的空好，OK，OK，OK，好好好。你是一株讨厌阳光的向日葵，生长在无边的漆黑。你是一株讨厌阳光的向日葵。是那，是那。